不是汽油的海鲜酱油，酱油，酱海鲜酱油，不是汽油。您这是夜安裤，夜用的夜安裤。完了，他说适合我穿它，有冷胸，你穿哪里？这鹤能穿吗？你鹤你给鹤穿的干啥呀？他。你穿一下试，我不穿，你也穿，你穿。刘能能用吗？刘能能用，你问他去呗，你问我干啥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不。昨天有一个网友，他说是四哥呀，大明我收到了，但跟你卖的不一样，你说是175,000粒，他说我回家一查四遍，都是18万粒，这他剩500粒，他要给我退回来，或者让我换牙膏，那多那叫什么呢？叫猛踹瘸子的那条好腿。他这话网友的名字叫猛踹瘸子的那条好腿。你看我这就卖个帽，完他说给狗能卖过。你说我还咋了？咋卖过？这是口罩，大安装吗？一个口罩，哎呀，一个口罩，我上门给你安啥装啊？啊，我上门给你安装，我拍，刮掉我口罩给你扣嘴上，完我再回来啊。我没耳朵能戴不？你没耳朵，你耳朵呢？你哪儿都拿去了呢？包兄，能分期吗？你说一个口罩，我还给你分期，是沙子吗？你家上厕所搁沙子啊？这哪这是沙子啊？这你给搁哪个眼睛看的是沙子啊？这我搁他能上？你搁他上吊干啥呀？这也不掉毛吗？他这里没毛，他这掉啥？这里面掉这怎么能掉毛呢？这里他也不长毛，他掉啥毛啊？回收我用完回收，我你这样你上厕所用完完，我不包回收，你夸吗？这夸抹开哪都是，完我收他干啥呀？我有毛病了我呀！别改这样，出去！我倒能买，你能帮我擦一下吗？你看这些都带着，四哥我能买，你能过来帮我擦一下吗？篮子不给你，我就搁这，我从底下垫上来的。卖土篮子啊，我卖的是纸，这是透明的。你这小子说话你真气，四哥你就买个眼镜，我是不是还得买个棍儿？你买棍儿干啥？这是透明，你能看得到，你能看得到，你买棍儿干啥呀？我没耳朵能戴，我没。